情哦。哎，不是，我办公桌怎么变这样？这等一下，因为你之前不常进公司，然后我们又很忙，仓库就爆啦，所以就把东西暂时堆在这里。可是你们堆在这边，我要怎么开演唱会？我要怎么这样站在上面对大家唱歌？你要坐在我后面开演唱会？对啊，还要坐在老板面前，这样年终才会加嘛。不要啊，这怎么办啦？哎，这边巨大蛋蛋。啊，这样我要怎么工作？不然那边角落有一间空的会议室，先让你坐好吗？好，我们走。空的，连桌椅都没有，这样我怎么办公啊？没关系，女人当自强，我自己搞一间自己专属的办公室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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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好，我是璇璇，大家好，我是露西，嗨。今天我们要重启办公室计划，耶、yeah! ！你上一次已经带了一大堆荒谬到不行的东西到办公室，哎，那些东西很舒适啊，就可以挂在这边，然后这样子很舒服的睡觉。哎，这次比上次还要扯，这次连桌椅都不给我。哎，我觉得你可以再做的更荒谬一点。没有，是更强大一点。我只要手做那些办公室桌椅，然后就主打露西手做办公室桌椅，然后呢，我们再租借出去，这就是我的财富密码。然后再付桌子底下的露西。对，我就会躺在桌子底下。我现在要去拿做桌椅最重要的材料。弄一个空气按摩椅啊！
有啊，有那种放松的脸吗？我本来想为男粉丝谋福利，但是刚刚我失智了，就很舒服那种。很算了算了，刚刚那桌子我还可以稍微想看看你要干嘛，这我真的摸不透哎、欸，是不是看不懂啊？完成差不多60%了。哦，你还会试做吗？会啊，自己做的东西有什么好不敢做的？那你有买保险吗？我爸帮我保到全满。哎，好像好了耶，好像就可以了。耶、我的办公室桌椅都完成了。我来介绍一下我的办公桌，它有一个超级大的桌面，要摆什么都可以，整张上去也可以。屁啦！好，接下来是我的人体工学椅，高度不一，因为人就是有很多肢节啊，所以呢，你就是要需要各个支撑来支撑你的身体，才不容易疲惫。我先来试坐一下。找到一个支撑点之后。然后越来越舒服，就整个人放松就好了，越来越符合你的身体了。而且你看我做这个姿势，你就可以睡觉，你就可以不用动，就直接睡这样。你最好睡得着啦，就像之前那个跳脖子，我就可以这样。我们现在再做一个比较稳固的椅子，就跟你说把纸箱粘一粘就好了，在那边。其实看起来蛮合理的，这个也蛮合理的。现在桌椅都有了，所以我欠缺就是桌椅上面的东西，我的身材用具，这很重哎、哇！你根本在开玩笑，我要气死！接下来就是我要拿出我精心准备的，你到底准备什么了？那你搞得好像什么情趣用品？这叫男友系键盘啊！厉害的男朋友都会有什么？一台夏卡的车。那、你不在办公？你要是你办公室的时候，有时候你肚子饿，然后可是你太忙，你没有时间，就是拿午餐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。那如果我要打一下，我是 Lucy， 看你也死了。你看他打 low 啦 ，QWR 都还在，所以你都还可以发生攻击。上班上的很辛苦，你就会想要休息。这个东西呢，就是男友的手，你就可以这样跪在上面睡觉。啊，如果你就是点滑鼠的时候，你就常常觉得冬天手很冷啊，缺少温暖，对不对？握着手，然后用键盘这样。如果你要滑 FB 之类的，你就这样。怎么你的手没有原地转来转去？这个东西太烂了啦！还好吧，点滑鼠都不行，打字也不行，到底想怎样？你不喜欢这些东西也没关系啊。你不要情绪勒索我，真的不能用啦。头上的、你谁啊？而且是拿什么破键盘？这可是我花749天做出来的，你看着就不太懂，还来啦。那请问你掉的是金键盘还是银键盘呢？都不是，我掉的是露西原味手作键盘，这两个都没有我的味道。看在你这么诚实的份上，我决定送你微软顶级键盘滑鼠组。拥有超薄时尚的外观，设计师蓝牙键盘滑鼠组使用最新的 Bluetooth Smart 技术，与你的笔记型或桌上型电脑以无线的方式配对，不需使用任何连接线和转接器，就可以立即轻松连接。全尺寸键盘搭配内建的数字键台与滑鼠，此键盘也包括媒体键，方便您轻松控制音乐和视讯。不仅能提高你的工作生产力，也能展现您的时尚风格。采用袖珍的设计，此键盘利用 Trick 力式触感柔软的按键，可以提供你最稳固的打字体验。对了，还有轻巧简约的金巧蓝牙键鼠组可以做选择哦。天哪，这个微软的键盘滑鼠组也太赞了吧！你怎么不早点拿给我啊？这个键盘滑鼠跟你破烂的桌椅根本就两个世界啊！然后他帮我升级了，你确定这样厂商能接受吗？那不然。情人节嘛，我们拿出去抽给我们的粉丝们。好想抽哦！如果我想抽的话，该怎么办呢？先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以前的影片也要先看100遍。想要知道怎么抽奖的话，可以看下方的资讯栏，里面有详细资讯。那大家下次再见喽，拜拜！你不喜欢的我们都丢掉吧。有点心疼啊。那个原始的键盘和滑鼠是哪里拿的？公司。怎么办？这个坏掉了啦。
可以了。